有点太大意啊。好，那下一层的第三间马术场。好，一下，我刚刚讲解一下，然后高雄高中广马场的选手，也是当选今年亚运的国手哈，年轻人。好，那个校园时间76秒52，时间扣11点，刚才不合容易是扣4点，我就扣15点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比赛全部到此结束啊、哦，我们今天要宣布成绩，宣布成绩，我马上就要颁奖。